我的天哪，有人在野外捡到一只熊猫捏捏乐，不小心把它打开，居然在里面发现了迷你奥利奥饼干，据说用烤箱烤2小时就能变大10倍，滴上牛奶还能解锁熊猫表情包，太神奇了。我的妈呀，好可爱的熊猫表情包呀，没想到熊猫捏捏乐里居然藏着迷你奥利奥，走走走，咱们去外面找找。哇塞，真的有熊猫捏捏乐，树上也有，一下抓到2只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，一下找到4只熊猫捏捏乐，别看它们肥嘟嘟的，爬树可溜了，捏起来软乎乎的，可解压了。我先玩一会，你们先做个小测试。学生党最难的手势，据说这个手势小朋友做不到，如果你能用这个手势点关注点爱心复制链接，我帮你一年的奶酪棒。不能用这个手势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，我来试试。诶，赞是点上了，关注却没有，你们成功啦。OK， 我们来找迷你奥利奥啦。看这熊猫眼，你是熬了多少夜啊？来吧，看看你里面有什么，咋一捡你就泄气了呢？诶，有个绿绿的东西，还有吗？这是灯，没有了，里面只有熊猫最爱吃的竹子。没关系，我还有3只。怎么只剩2个了？奇怪了，不管了，先找迷你饼干。没有啊，另一只呢？熊猫宝宝，名副其实的黑眼圈呐，还在吃竹子，太萌了吧！不过我还是想要迷你饼干，另外一只熊猫哪去了呢？小熊猫看起来是新的，里面好像有东西，让我来剪开看看，看看有什么东东。嗯，迷你奥利奥，好小的一个，不够塞牙缝呢。哎，怎么咬不动啊？小狗，又是你，把我的迷你奥利奥还给我。别抢了，又不能吃，烤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那我去烤一下。喂，那是我的，烤出来一起吃不就好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香啊，难道奥利奥已经烤好了？3、2、1，开。哇，真的成功啊，闻起来奶香奶香的，还有浓浓的巧克力味，先来尝一尝。先别吃，看看能不能解锁熊猫表情。天哪，真的有熊猫表情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怎么会有熊猫表情？神奇吧，把其他的也解锁出来。你们发现没，每个熊猫的表情都不一样。泡了牛奶之后肯定更好吃了，这么可爱的熊猫饼干我都不舍得吃。你们也快去解锁熊猫表情吧。喵耶、yeah!